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西式料理。它叫 Roll Cabbage，然后中文是高丽菜卷。最近我有介绍过几样绞肉料理，汉堡肉，还有用到绞肉做出来的可乐瓶。那这一次我来利用这个高丽菜做出来非常好吃的绞肉料理，一次学到怎么处理高丽菜，怎么样子包起来，就可以做出来很多种类的 roll cabbage。那做法是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
好，高丽菜已经包好了。那这次用到的馅是牛绞肉跟猪绞肉。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换成习惯吃的绞肉。那如果想要做稍微低卡一点的话，绞肉换成鸡绞肉，然后加入豆腐，就是捏成碎碎的，混在一起也是可以。上一次我有介绍过豆腐汉堡，利用那个食谱来用这个高丽菜叶子包起来也是可以。那中间你要放什么也是自己可以决定，穿烫过的红萝卜、四季豆放在中间，然后再包也是可以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ロールキャベツ完成啦。OK， 终于可以开始吃啦，太好了！就闻到这个香味真的是太棒了。给大家看中间的这个起司的状态，中间切开好了。就已经看到这个起司是中间流出来的，大家看到这个吗？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再来一口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高丽菜卷，这个里面的馅是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利用高丽菜包起来的，所以里面的水分就是肉汁是非常的多，咬一下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肉汁就一直喷出来的。这个酱汁也是可以自己选茄子酱，或者是准备一个奶酱也是很好。之前我有介绍过关东煮，像那种关东煮的汤头里面把这个高丽菜卷放进去也是很好吃的。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试试看，谢谢。